觉得我们还是听英杰的吧。嘉佑那家伙那么聪明，我相信他肯定可以说服老板放过他。是啊，还是走吧。不行，英杰，要不你们先走吧。我真的不放心，我进去帮帮他。你真的要这么做？那你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看来在他心里，你还是比不上那个林嘉佑的。叶琳，难道你真的喜欢上他了吗？喂，爸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英杰，这么急躁，你怎么追叶琳啊？喂，等等我。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是因为担心你，我才回来的。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？坐下，我跟你说。我跟你说。这个叫思敏的女的肯定是个古怪的老太婆。说的老太婆就是这个作品的作者吗？对，你知道她怎么古怪？这个人不接受采访，没有电话，没有地址，老板根本无法联络她。怎么会这样？就是这样。刚才这老板非得把我送到派出所，我是千拜托万拜托，拜托这老板跟他联系一下。后来你猜怎么着？老板只能用传真跟他联系。传真？对呀，传真。这不，又去发传真了，说要请示一下关于怎么处理我打破了他非卖品的事情。我看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嘉佑，你也别担心，我们看他需要赔多少，我们赔他就是了。叶玲，你真好。对不起，我那天的态度都过去了，我都不记得了，就不用再提了。啊，传真来了，老板，传真来了，怎么说？哎，这传真上说啊，那件作品是我最得意的作品，就算他赔我一栋房子，我也不接受。啊！老板，拜托你帮帮忙，哪怕让我们跟作者见一面，我们当面跟他解释也行。对啊，对啊。年轻人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想见他，所以故意打破非卖品，借此机会想见到他，采访他，是不是？啊！我发誓，绝对不是这个原因。我真的是不小心打破非卖品的。老板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帮帮忙，联系他一下，让我们当面跟他谈谈。求求你。这个，好吧，你去找他吧。地址，这是他地址，你自己去吧啊。老板，您真是大方。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哎，等等！
不好意思啊，年轻人，你得把身份证留下来，而且还得写张字据，说明你打破非卖品，愿意承担所有的赔偿，承担才行啊，要不然我怎么跟作品这个交代呢？ 哎，没事吧？还疼不疼？没事，你看我都应该给你们开门了。来来，快进来。好，慢点吧。你也真是的，告诉英杰干嘛？吓坏小孩子了。哎呀，我要是不跟他说啊，他肯定又得跟我急。那也是一番好意。那你自己来就行了，带他来干什么？妈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你也是为了爸受伤的，于情于理他都应该来照顾你。 人家是王总裁，身家何止上百亿啊！照顾我，折煞我了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赶紧把手里东西给我接过去。对不起，快坐吧。哎呀，妈说话你别往心里头去，她说话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是啊，奶奶就是说话犀利了点儿，您千万别怪她。我不是怪你奶奶，你奶奶说的没错，我是个不祥之人。 王总裁，我这儿啊，您别待时间长了，省得沾染上晦气。厨房在哪儿啊？什么？厨房啊，我这给你带了些营养品，买了个鸡，买点菜，给你炖个鸡汤，炒两个菜给你补补。你要煲汤还要炒菜？是啊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的？妈，爸当初在美国为了照顾我，专门去学的炒菜。 那我就更承受不起了。再说了，我家呀又窄又小，厨房又脏又乱。没关系，脏了乱了，我给你弄干净了。哎呀，爸，妈不是那个意思，她是怕您炒菜，那厨房别提有多干净了。还用你说啊？你陪你妈坐着，我煲汤去。哎，那是我的卧室，厨房在这边。 哦，哎，妈，这可是爸回国头以后头一次下厨。英姐，你来看妈妈，我很高兴，我挺好的，你赶快把你爸爸带回去吧，否则让你奶奶知道了，又要……妈，奶奶不会知道的，你放心吧，你知道吗？ 知道你替爸挡了这一刀子以后，当时我既惊讶又害怕，不过仔细想想，我也特别的开心。你这孩子，妈妈都受伤了，你还开心？安的什么心呀？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不过知道这件事以后啊，我仔细想了想，我想通了一件事，你心里一定还爱着爸爸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腰疼。妈，你是坐太久了，所以腰疼，我扶你进去躺一会儿，我给你按摩。 敏君啊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您好啊，对，我就是在这儿啊。你来这儿干什么呢？照顾敏君啊。你算了吧，敏君。行，你来吧。敏君，你的身体好点没有？啊，好多了。好，谢谢。
哎，你我之间那么客气干什么呀？哎，医生说了，你腰伤不能老站着，来，我扶你坐下。哎，爸，啊，你还不快来过来扶妈？你赶紧扶妈妈坐下呀！啊，扶你坐下啊。 敏君啊，我今天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菜，我还给你炖了个鸡汤。哎，你这鸡汤不用了，都给他炖了。待会儿我再炒几个菜，正好你留下来，一块儿跟我们吃。哎，等等，你呀不用忙活了，菜呢我都已经打好了，这是敏君喜欢吃的，而且我炖的这个鸡汤呢是用砂锅慢慢煨出来，比你那个电子锅炖的好喝的多了。最重要的，这里面我还放了红参。 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是电子锅炖的？你上厨房去看看，我是小火炖的。你炖的没有用，你放了这参也没有用，你不知道，它不能喝参，它一喝参呢流鼻血。谁说的？啊，这你不知道了吧？我跟敏君在一块生活这么多年，他什么体质我比你清楚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就需要喝点参汤啊，来补一补。你们在一块生活多少年啊？哎，好了，你们别争了。 敏君啊，我没有跟他争，我今天就是给你带了一些你喜欢吃的菜。我今天呢，不仅是炖了鸡汤，而且啊，我还给你打包了几个我们平时下馆子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的几个菜，都在这儿。你们平时下馆子点的都是什么菜？下的都是什么档次的馆子？我跟你说，这菜啊，不能在外头打包，外头油太重，放了特别多的味精，它吃不了。它现在要吃清淡的。 我说王总裁，你怎么知道这菜就不清淡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和敏君啊经常去那家馆子，已经最爱吃的还就是这几道菜，不错，一会儿你可以尝一尝。啊，那你留下来吃吃我炒的菜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想吃什么我自己去做。哎，妈，你去坐。喂，哦，晶晶啊，啊，什么事儿？ 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哦，晶晶打电话来说，她在工作室有些要紧的事情要和我商量。哦，那你赶紧去吧。你赶紧去忙你的吧，这边就我和我爸照顾着。对对。天祥，要是晶晶找你，真的有急事。 你看我这怎么说都不对，我是这意思吗？什么呀，这个手机没电。喂。
啊，少林。啊？啊？那我马上回来。哎，就这样。什么事儿？我还真陪不了你吃。我们中间的啊，怎么了，英姐？丁丁，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一惊一乍的。你太厉害了啊！我刚才都看了，那厕所可干净了，你扫的吧？嗯。厨房也是你扫的，现在又来拖地来了。你看看这地干净的都能睡觉了，你真是一个勤劳的小蜜蜂哟。嗨，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？就这个呀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以前在我们老大。老什么？没，我吧，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朋友的一个老房子啊，然后我吃住都在那儿嘛，所以呢，像这个洗衣服呀、扫地呀，我都做，尤其啊，很会做饭。你还会做饭呢？对呀。哇，那你太厉害了，我都不会。怎么？你都不会啊？我都不会啊，我爸让我学过，哎呀，但是我懒得学了。哎。我说刘旭，嗯，哎，这个是你的不对啊！你说你个女孩家家的什么都不会，你说到时候你要嫁人了，除了我娶你之外，还有谁会要你？你娶我呀？你想得美！你娶我呢？还我怎么就不能娶你了？这，你们俩说完了没有呀？晶晶啊，是不是我们俩说话太大声，吵到你了？当然了，你们俩在那嘻嘻哈哈的，就不能少说两句，小声点吗？你们没有看到我在做这本英文的翻译，要是错了一个单词啊，丢的可是咱们工作室的脸。晶晶，我们知道了，但是我俩一直是吵吵闹闹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要是嫌弃我俩的话，你稍微提醒一下就行了，不用发火呀。哎，晶晶啊，你说你这么辛苦的工作，累不累呀？累不累？有完没完啊你！这工作哪有不累的道理？我这不是看你那么辛苦，想给你泡杯茶吗？你热不热呀？你还真是！我真是怎么了？
你不知道我在网络公司做的是高层主管吗？这要不是因为刘老师，我能在这儿做校对吗？还得看你们这些人的脸色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什么叫我们这些人呀？阿丁也是好意嘛，还要给你沏茶呢。哎，晶晶，你可从小就跟我说你妈也这么容易生气啊，你应该不会想变成她那样吧？这整天疯疯癫癫的，就跟啊，干什么？说什么呢你？你再说一遍，我妈妈怎么了？你凭什么说我妈妈呀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因为没有妈妈教养的孩子，所以现在才这样。你会什么呀你？你在这个工作室里边就会好吃等死。你还是刘老师的女儿呢，你丢人不丢人啊你？黄晶晶，你不要太过分了啊！我告诉你，刚才劝你半天了，你呢？你光说我，我让我爸养了我挺好的。我虽然没有妈妈，但是你看看你妈妈天天疯疯癫癫的，你也好不了哪去。雪雪，你别别！我跟你讲，你才可悲呢！你又说我妈妈，你找茬是不是？你还打我，不对吗？你看你现在疯疯癫癫的，以后你跟你妈一样。黄晶晶，你疯了吧？你疯了！你打我！你姑奶奶！别吵了，你们俩一个没爸一个没妈，有什么好打的呀？啊，你还没爸没妈呢，招谁惹谁了啊？我没爸没妈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就不应该说话，你就不应该说话。啊啊啊啊啊！哎呀哎呀，别打了。哎，都住手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刘老师，你可来了，他们都欺负我。叔叔，雪雪，怎么回事？你还恶人先告状，明明就是你先打我的。晶晶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刘老师，你都不知道。我利用休息时间来这里帮忙，我在这个工作室里边是尽心尽力的，你们都不相信我。好好好，反正我只是个外人，我走。我知道，现在少华、少林回来了，你们当面好好说清楚，这是你们王家的事情，你们三兄妹自己处理，不要说我这个妈太霸道。真的要跟陈玉结婚？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医院那段时间照顾我的护工就行。哼，真伟大。他是很伟大，要不是小玉在医院无微不至的照顾我鼓励我，我这酒就戒不掉。阿哥，那你们是怎么碰到的？哦，我们刚巧遇到。哼，那还真巧。怎么你一遇到他就被我看到？
如果你真的要去这里，可以。但从今以后，我没有你这个儿子，你也没有我这个妈。妈，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？那你要我怎么样？既然陈玉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如果少林、少华他们不反对，我无话可说。不过少康，你给我听清楚，如果你坚持娶陈玉，我就跟你断绝。可是你知道，少康这么些年来一直忘不掉的人就是陈玉，而且他现在也很诚恳的在这认错。我们能不能？你是要叫我放弃对他的仇恨是吗？妈，大哥他不是这个意思。哥他是说，这陈万丽归陈万丽，这个仇恨我们也绝对不会忘记的。但是。毕竟二嫂她是无辜的。对呀，你们一个个都忘记了你爸爸，可是我忘不了，我忘不了。就是这儿，小心小心。有人吗？打扰一下，打扰一下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打扰一下。嘉佑，我看我们叫那么半天也没人应，是不是找错了？不能啊，打听半天就是这儿没错呀。有人吗？打扰一下，有人吗？算了，嘉佑，我们肯定找错了，还是走吧，走吧。什么人？您好，我们是。你们是来干嘛呀？我告诉你们，别推销东西啊，我不会买的啊。
不，我们不是要推销，我们是……你们是什么呀？没看到旁边写的什么吗？赶快走吧。哎，不是，先生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其实是过来找人的，然后有些口渴了，想说这边的人都很有人情味，能不能请你给外出的人一个方便，给我们讨口水喝？等会儿。加油，快进去看看，看里面有没有雕塑品。哦，对对对。你偷贼脑袋干什么呀？我看一下。先生，请问，你认不是一位思敏小姐？思敏是男的，不是女的。哦，那对不起，请问思敏先生在这儿住吗？不知道。先生，你是不是就是思敏先生？不是。你肯定是。我们问了那么多家，没有人知道思敏是什么人。但是我刚刚问你认不认识思敏小姐，你马上说思敏是男人不是女人，所以我敢肯定你就是思敏先生本人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当然了，思敏先生，我之所以这么肯定你就是思敏先生，也是因为你有一股特殊的艺术家的气质，所以我拜托你不要拒绝我们，我们找你找的真的很辛苦。那你们到底想干嘛呀？思敏先生，是这样，我打破了你那件非卖品，我是来找你，我说什么？非卖品是你打破的？什么是我打破的？但我不是负责。你说怎么办？是这样的，思敏，我是想看看我怎么样才能赔给你。怎么赔？你没看到上面写的是非卖品吗？我知道是非卖品，可是我已经把它打破了，我总得有点表示吧。表示？你怎么表示的？这些作品是我花了好多的心血做的，是我投入了很多感情做成的，现在你把它打破了，我的心血全没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家有钱，我不放过你的。思敏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我知道这件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，但是我已经把它打破了。我确实很想赔给你，可是糟糕的是，我并没有那么多钱。没钱？你没钱来干什么呀？我是想真诚地向你表达歉意，并且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补偿给你。想补偿我什么？好，你在我这等，帮我搬材料去。搬泥巴吗？那有的是，随随便便一搬不就可以了吗？随便。我告诉你，好的泥土是有生命的，是好的泥土才能做出好的作品。你有知识？我倒觉得他是一个性情中人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他是用冷酷的外表掩饰内心的热情。越是这样的人，内心肯定越有更多秘密值得我们去挖掘。加油，我看这次我们必须得留在这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看来这次就得做留。
既然我管不了你们了，我走，我走。妈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一定要跟小刘在一块。妈，妈，就算你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，我也会这么做。少康，你难道不认识他了吗？需要我介绍吗？他是林卫，从国外学室内设计回来。王少康。